哇，大家下午好！大家下午好。哇，今天是美丽的一天，又是星期一啦。对突对然对，星期一啊！对，今天是星期一，对吗？对。对，OK，JB 为我们带来两道的料理啊，两道料理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两道料理。哇，两道料理有什么呢？还没有介绍料理之前，我们希望粉丝们这么多多的分享，多多分享，多多爱心。对，爱心刷一排来先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个是吃人的还是什么一个死的爱心。？OK，吃人的爱心啊。OK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OK，文正好哇，文正第一个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来，我们先分享先，有你们的分享，我们才有更多的动力。有我们的动力，我们还煮到更多的美食，让大家一起可以学习，好不好？OK，那我也是一样啊，我也是一样的分享先。OK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OK，然后我们今天我们要准备的就是两道美食，让大家容易学习来。来，两道美食有什么呢？OK，好，大家好啊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忙碌的一天啊，忙碌的一天。OK，大家好，爱心对，爱心刷一排，分享刷一排，也是两道非常棒的两道料理。OK，好。来，今天师傅教大家的两道菜，泰式蒸饺子，第二道虾米酱糯米卷，这两个都是有点经典的，有一点经典了，好吃然吗？后不错啊，口感泰式蒸饺子，我们是用饺子包了饺子，我们用那个泰式酱，OK，一好个的。不错的配合，对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忙碌一天，希望大家多多的学习，以及多多的鼓励，以及最重要是多多的分享，好不好？OK，然后我们现在我们准备有什么呢？OK，第一道料理就是泰式蒸饺子的，我们先第一道是吗？还是我们先准备第二道的材料先，因为它有糯米，糯米我们要蒸了啊先，所以我们先蒸一个糯米，然后我们炒一个糯米，那个虾米酱炒一个鸡肉，哇，做它馅料，对，下午好，你好，看好，练好，大家好，OK，糯米来讲，我们要找哪一种糯米的？有分吗？因为糯米听讲有长形跟。有分 A 级、B 级啦，这样子，我们自己吃的都是选 A 级比较好。A 级它是纯糯米，它是比较白一点的，它粒粒好像肥肥美美的。这种糯米呢就比较好吃，它像日本米这样子，它的形状。怎样看 A 级跟 B 级？要去商店跟他讲我要好的糯米，还是怎样说？你跟他讲要好的糯米，它有分几级 A 级、B 级，你跟他讲 A 级的比较好的，它就会给你的了。OK，好的。来，OK 啊，大家好啊，大家我们好。糯米给它搁水先，然后我们蒸糯米首先要蒸几久？我们要蒸，通常我们都是蒸个月比较好，蒸个月，蒸个月我蒸个们，月比较好啊。蒸个月，蒸水蒸个月，然后收在冰橱，第二天拿出来，就可以用了。然后我们蒸呢，就不用蒸这样长的时间，OK 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轮上好。我们把它放在蒸了先啊。你的视频好啊，您好，大家好。OK，我们放个水，放个叶先，然后我们开始蒸啊。对。对，大家下午好，下午好。然后我们水滚了，放下去蒸来个25分钟到30分钟，OK，蒸25到30分钟啊！我们自己等一下，我们自己看家里的火候跟家里的炉。来，现在我们等糯米，我们先炒它的馅料先。我们炒了，然后我们要放冷一下，不然烧烧，等下我们难做。我们首先准备的有那个鸡肉，今天师傅教大家煮鸡肉，因为每次都是煮肉嘛，今天我们煮一个鸡肉，然后鸡肉切粒。切到小小粒，丁粒。鸡肉哪个部门部位？师傅用鸡腿肉，其实你们有些爱吃鸡胸的都可以用鸡胸肉。师傅比较爱吃鸡腿嘛，所以先用鸡腿肉。我们开一锅水，我们煮熟那个鸡肉先啊。然后我们还有其他配料，有盐、糖，还有我们的冬菇。冬菇你们可以用干的冬菇，干的冬菇你们可以蒸个叶，然后你们切丁。然后师傅今天用的是鲜菇，鲜菇它是
不用蒸的，直接买来就可以炒了的，可以煮的。啊，仙菇啊！啊，它好像那个沙达基啊，沙咖喱菇那种样子，好像金针菇那种类。OK 啊。嗯，来啊。对啊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都在种啊，种好。OK， 人你好，大家好。有吗？有刷爱心吗？全部。有没有刷爱心啊？有没有刷爱心啊？李国老师好，等下就见面啦。李国老师好啊，吃饱了吗？李国老师。尼克老师啊，尼克老师肯定吃饱了。尼克老师很早睡醒。太无聊了，你们吃了午饭了没有？还是偷偷进来看的？嗯，有吗？有。嗯，我是偷偷进来看的。嗯、哦，很厉害、啊。吃饭时间现在全部应该是吃饭时间吧？十二点。来，我们放在我煮一煮它。没有腌过哦，肉是没有腌过的哦。啊，没有腌过的，我们不要腌，等一下我们才炒的时候我们才调味啊。嘿、hey, ，爱心有，这是那好，可以打包吗？可以。然后我们这个鸡肉是，我们煮水，我们通常不要煮到太熟，我们煮它一个八分熟就好了，一下子罢了。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炒，如果煮到熟了，等一下我们炒又更加熟，那个肉会带点硬。嗯，来我们煮一煮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嗯，我们把搁水啊。在办公室工作啊，好的好的，对呀、啊，大家好。来，我们把煮好了鸡肉，我们用水冲一冲啊。用水冲？怎么用水冲、啊？好像洗一洗它这样，因为它鸡肉有它那种肮脏的东西啊，啊，肮脏那些污渍啊，或者油分啊，我们煮上，我们每次煮煲汤或者煮什么。肉它上面还有一层那种啊一粒粒这样子的那种啊，我们洗洗它。对，也是可以用红木布浪来洗，对吗？对对对。对。OK 啊，洗洗一下啊。我也是偷偷看一下，对啊，偷偷看一下，记得要分享两下啊。来，我们放这边啊。嗯，洗啊，我们这样子，这个是熟了，九分熟的鸡肉。九分熟啊。啊，我们不要炒到十分熟啊。啊，因为我们还要炒的。哇。那我们把我妈一骂先啊。对呀、啊，大家好啊，大家下午好。那么开油。OK， 你看啊，九分熟啊，九分熟的鸡肉。嗯。哇，漂亮哦。来，我们放少点油下去啊，少少油啊。你记好，大家好，午安啊，丽颖好。来，我们把冬菇粒放下去炒一炒啊，先。有洗过是吗？啊，有。有洗过啊。啊，这洗了的放干了。啊。嗯。OK， 今天我们做的就是两道料理啦，让大家可以看啦、啊。OK， 第一道料理是什么呢？泰式 ，OK， 泰式蒸饺子、虾米酱、糯米卷。嗯，我们炒香那个冬菇先啊，然后我们就把那个鸡肉放进去。所以已经分享了，有分享吗？粉丝们，一人分享一次好不好 ？OK， 美丽的星期一，一人分享一次，让大家可以多多的学习，多多的分享。你们要多多分享啊，给多点人知道，然后多点进来看，然后让更多的人学到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如果有不好的地方，请大家把不好的地方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改进的，好不好？有什么要的，基本上镜头 OK 吗？灯光 OK 吗？声音 OK 吗？嗯，还全部 OK 的话，我们来个 OK 好不好？哦，这个没有腌料，直接就是炒啦。啊，有，我们等一下还要放盐的，我们先炒香它。哦。啊，炒香它。所以他们讲的有什么锅气啊，啊，给它炒一个锅气出来。
清楚啊，好的。还有没有哇，很香哦，很香哦。我们把我们的盐，少少的盐，然后糖放进去，然后我们再炒一炒它。所以一点盐，一点糖，慢慢炒它，炒给它更香更入味。中午好啊。再炒香它。所以慢慢炒，慢慢炒。OK 啊，粉丝们也是一样啊。OK， 粉丝们叫你大家如何分享，这里有一个分享功能，好不好？你把分享功能分享出去。OK， 然后来讲的话，你看什么群可以分享呢？秀秀美食我们分享就好了，因为秀秀美食如果分享太多直播里面就很比较多直播了，所以我们分享就好。秀秀美食你们分享美食进去就 OK 了的，好不好？直播美食分享进去，然后其他的群你看其他的群可以分享，你们就分享进去，好不好？有些群可以分享了就可以分享进去。OK， 然后再发给朋友看，就是按发帖 ，OK， 然后按公开，记得按公开，让朋友看得到，公开，然后按发布，你的朋友就看得到了啦，好不好？明白吗？明白，打一个明白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炒了，我们放一个虾米酱，今天师傅用的是王后虾米酱，王后虾米酱啊，王后是辣一点啊，是吗？我们用鸡腿肉啊，你们也是可以用鸡胸。啊，也是可以用鸡胸啊，啊，我放两个汤两个小时，啊，对粉对粉丝们，这个是皇后啊，皇后比较辣啊，家里有小孩子，这皇后比较辣啊，不要放这样多，如果是不能吃辣的，对，买过了吗，粉丝们，皇后 ，OK， 买过了吗？你们有看到吗？皇后虾米酱，这个是女生，女生比较辣啊，皇后。OK， 这个是皇上啊。OK， 这个是皇上。我们放下去了，我们炒一炒它，看到吗？看下去都很辣了咯，是吧？OK， 五万，这个窝啊，这个窝还 OK 啦，这个我 OK。通常我们都是用牛头牌窝，有时我们就用这些窝，牛头牌窝炒的感觉啊，它的窝气特别的香味，这个窝也是不错。来好了，我们放水下去，不要放太多水哦，啊，我们放一点点水，对。大家还有吗？还有剩吗？记得啊，这个是如果像虾米酱，如果你吃不到虾米酱，你觉得虾米酱来讲有敏感的话，你就选太子，太子是银鱼仔酱 ，OK， 银鱼仔酱啊。来，我们煮一煮，给它焖一焖啊，给它入味一点。买过了，用完了吗？用完了过后可以，用完了过后可以跟我们订过哦。OK， 用完了过后可以跟我们订过也是可以啊。啊，味道。来，我们试一试味道啊。啊，辣不错，辣，OK， 有小孩子在，就也是这样辣啊，很呛，很呛，对，大家好啊，大家下午好，哇，很香，OK， 看到吗？简简单单，对，看到肚子饿了，我们再调一点盐下去啊。OK， 自己调味啊。OK， 好 ，good 了。OK，good 啊，对，哪里购买啊，粉丝们一样啊，这个是显示 WhatsApp 啊，有看到吗 ？WhatsApp， 大概大家可以联络 WhatsApp， 可以联络我们都可以的啊。好，我们要准备一个勾芡的水，这个是生粉，没有生粉你们可以用薯粉、木薯粉也是可以啊。我们放少少水下去。糯米卷哦，哇，糯米卷吃得饱了吗？
吃得饱啊，好像可以当糯米鸡这样子，但是把它做成小小粒的，我们一口就可以吃了。哦，我们放一点下去啊。OK， 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有分享吗，粉丝们？今天星期一哦，美丽的星期一，这么放点生粉，我们把勾芡给它凝固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包的时候就容易啊。哦。大家煮一煮它。对对对，购买有 WhatsApp 啊，粉丝们有看到这个 WhatsApp 吗？你们可以直接 WhatsApp 啊。OK， 如果是很少用 WhatsApp 可以直接联络我们。啊，我们把它炒身，它凝固了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凝固了啊。嗯，然后这个馅你炒了这个馅啊，除了我们做糯米节，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东西。啊，我们还可以做很多东西的。啊，比如包那个芋饺。啊，我们做这个芋饺也是可以，啊，我们不要用叉烧，我们用这个，啊，嗯，来，啊，这个是备用啊，嗯，生粉跟薯粉怎样分别？其实生粉都是薯粉，它有分薯粉，木薯粉是比较粗的。如果你用生粉啊、风车粉，我们叫风车粉，那个就比较滑，比较白，啊啊，我们馅料炒饭就是这样子了。哇。嗯，所以我们放给它带冷先，啊，然后我们就等一下包的时候就好包一点。分享试试了啊，黑梦，谢谢你分享试试啊，感恩。OK， 因为星期一忙碌一天，大家也可以抽空时间来看看一下。师傅洗洗我先啊，嗯，对，用刀 ，OK， 哇，你看今天的摆盘也是很漂亮啊，你看，啊，你今天的摆设和装饰很漂亮 ，OK， 今天很漂亮 ，OK， 来先洗洗我，然后记得啊，我们蒸的时候是15到20分钟是吗？啊、糯米吗？嗯，对，糯米25分钟到30分钟，对呀、啊，25啊，记得啊，25到30分钟。OK， 先洗一下我，慢慢蒸它，慢慢蒸它。蒸了隔夜过后，蒸水啊，蒸水蒸了隔夜过后，然后隔天来蒸，时间就比较快，25到30分钟。如果你没有喂，你现在蒸没有一个小时来讲，你来蒸，你就要久一点哦。啊，不然它不熟呢，我们就硬了，好像我们主食我们包饭啊，包到不够熟啊，生骨啦，我们叫生骨啦，硬的。哦，还有这样子想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大家好啊，对，哇，星期五是 holiday 啊，星期五 holiday， 大家有 holiday 吗？星期五什么日子啊？星期五，斯兰诺是吗？斯兰诺苏丹啊？嗯，好像是啊。你们有做工吗？谁有做工的？有吗？有做工吗？你们星期五，斯兰诺去这里哦。斯兰诺这里哦。嗯，这带啊。OK， 来好了，这样子我们就这个糯米，我们还有10多分钟，这样我们准备另外道菜的，我们准备那个饺子的馅先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准备饺子的馅先，那个馅料，来，饺子的馅料少不了猪肉碎啊，如果爱吃虾的可以放虾啊，也是虾跟猪肉一起。猪肉碎300克，然后盐3克，盐3克，生粉4克，糖跟鸡精粉，1克10克，1克1克克，然后还有一个香油，嗯，然后它的配料，我们弄那个饺子的配料，我们有冬菇粒啦，木耳丝。还有萝卜粒，嗯，我们拿出来先啊。对对对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师傅也是会发在秀秀美食。OK， 师傅会发在秀秀美食。
对啊对啊。啊，午餐时间，现在你们是吃饭时间吗？啊，应该是很多粉丝们都在吃饭时间啊。对，来，我们放盐下去，捏一捏它先。对的，对的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分享了，好好，包住好，分享了。来，我们再放生粉下去，生粉就是木薯粉啊，一边吃饭一边看啊，对呀、啊，哇，你一边吃饭一边看，会不会感觉到现在很像在吃着饺子的感觉？胃口比较大，嗯，胃口比较大。来，我们把鸡精粉、糖也放满下去。我给大家起酱。我们把香油也放进去，或者你放麻油也是可以啊。OK， 改天师傅教你们讲做香油。OK 啊，香油浓浓的香油。可以。啊，王师傅好吗？王师傅。来，我们打到起胶了。好，把它的配料，冬菇粒放进去，木耳丝。然后还有萝卜粒、啊、为什么我要放这些啊？有人知道吗？好吃还是什么？应该挤出它香味哦。因为木耳是爽口的，然后萝卜又是爽口的，我们咬下去会有一点口感、嗯、如果你们喜欢的那个马蹄粒，我们拍碎它放下去也是可以啊。马蹄粒 啊也是很有嚼劲啊，那个口感真的很不错哦。对对对，王师傅生日啊，王师傅昨天庆祝生日哦。OK， 王师傅生日快乐啊，生日快乐。啊，王师傅生日啊。啊，王师傅是九号生日吗？昨天啊，提前庆祝。哦、昨天啊。嗯。没有约我们呢。对对对，王师傅生日快乐，啊、王师傅。嗯。来啊，好，先聊就好聊了。啊，我们放冰厨先啊，那个糯米也是差不多了。嗯。OK， 现在放冰厨吧。啊，放冰箱久。给它冷一下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嘛。嗯。啊。直接做不用等也是可以是吗？也是可以。因为我等一下才做，所以我们放冰厨先，尽量不要放外面，因为外面啊，我们啊、那个天气啊，我们马来西亚天气很热嘛，嗯、所以会比较快酸啊、变质啊这样子那猪肉。啊。对对对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OK， 粉丝们，星期一十二点直播啊，我们每天星期一十二点直播。然后你觉得十二点直播 OK 吗？还是三点直播？因为十二点直播，每次星期一十二点直播人数都比较，粉丝们同步观看的时间比较少哦。嗯 ，OK 吗？哇，生日快乐啊！对，你要祝明王师傅啊，啊，祝明王师傅啊！大家等一下，因为 Jeffrey 师傅不是 Jeffrey 师傅 ，Jeffrey 师傅过了哦。因为师傅你几时？午夜啊。午夜啊。啊，午夜。我爱你，五月五二零，哇，是啊，啊，哇，五二零，我爱你，很好记了，嗯，啊，有人要跟我庆祝吗？OK 啊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 ，OK， 我们准备糯米的东西啊，还有五分钟 ，OK， 还有五分钟，嗯，帮我们等一下先啊，我们做饺子皮先。啊、我们拆饺子这边，我们给它冷，不用紧，糯米可以等的，不用紧。啊，来，我们做皮，我们先做饺子。饺子皮啊？嗯，来，饺子皮少不了面粉，一定要。面粉啊？低筋面粉，低筋面粉，然后水，低筋面粉我们200 gram， 然后水90 gram， 白奶油少许，然后一粒蛋白，我们用蛋白。不要用蛋黄，蛋黄它拆出来皮会带黄色的、哦，带黄黄的。嗯。OK 啊。啊。
先。对对对，卖一下粽子。抹干净啊。嗯。那、啊、这个抹分分下，都 OK。行啊。师傅也抹下汗先啊。嗯，抹下汗。对对对，不是 OK， 是王师傅生日啊，是王师傅生日，不是我们那些 P 师傅生日啊。OK， 抹一下汗，抹一下汗，洗洗一下手。OK，、嗯、干干净净了。来啊。嗯 ，OK。OK 啊，有些很多粉丝讲12点也好，3点也好 ，OK， 都好啊，都好，对对对。我是今天的五哥，可以唱首生日歌吗？哇，一位粉丝是梅，谁？哦，梅庆，生日哦，今天 OK 可以啊。生日啊！啊，来，我们的 JP， 你唱生日歌吗 ？OK， 歌、啊、来，我们来小段啊，来小段啊 ，OK， 啊来，三，欢迎啊，啊，欢迎欢迎，三、啊，二，一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梅庆生日快乐。OK 啊，祝你青春美丽，然后爱心两粒，我爱我两粒。OK 啊，祝大家生日快乐啊，好不好？祝梅生日快乐。梅庆啊，啊，等一下我看看，这个名字是一样啊，这个叫这个称呼一起啊。OK。哦，梅相，梅相啊，梅相、啊、是吧？对对对 ，OK 啊、嗯，生日快乐啊！啊，对对对，嗯，来，我们把面粉倒入桌子桌面，来教大家一个八极拳啊，一样把它开开它，蛋白倒进去，水倒一点。OK 啊，祝大家生日快乐啊！最重要是身体健康。对。哇，难得哦，我直播半年了，第一次唱生日歌。师傅也是第一次唱生日歌、哦。对，王师傅有听到吗？妹应该有听到啊。对对对。有啊，有听到啊。有有有。嗯。OK， 也是一样，慢慢搅。用机器会用机器好还是用？都可以，都可以啊，用手就比较吃力哦。嗯。OK， 粉丝们也是一样，师傅会发在群啊，好不好？师傅会发在群，不用担心。你们喜欢师傅用手拆还是用机器拆给你们看呢？嗯。对，粉丝们，你们喜欢用机器拆还是用手拆？我们有时候会用机器，有时候会用手嘛，因为很多粉丝们你家里也是有机器，对吗？嗯。啊，对，不要放在机器了，放久了过后，等下机器不会动哦。哇，哇，今天大女儿生日啊！哇，也祝你的生日快乐！哇，好多人生日啊！好多生日，今天几号啊？啊？十二月几号？今天十二月七号。七号啊？嗯。哇，好日子吧？好日子。每一天都是好日子。十二月七号，今天是特别的好日子 啊！对，很多人生日啊。啊，粉丝们讲要用手拆啊，用手拆比较好，用手拆。OK 啊，等等啊，用手拆。你们喜欢看师傅喘气的样子是吗？喘气的，等下、啊。对，用手拆啊！对，大家好，用手比较有感觉，对啊。对啊，吃出来的那个皮啊，那些都比较有咬劲啊。对啊，我拉我女朋友握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都是戴手套，没有戴手套啊，戴手套拉手的话没有感觉。开玩笑啊，开玩笑。面粉多少 gram？ 200 gram。嗯，来我们关火先啊。嗯。好了，我们关火先啊。OK， 糯米好了啊。嗯，我们不要开盖，不要开盖，等一下先啊，我们等一下再弄，我们做了饺子先。对啊，用手用手，很多粉丝对对对。OK， 好，我们会多用手啊。古饭也好，用手很吃力啊。对啊，用手很吃力，粉丝们，所以你们帮忙多多分享好不好？对啊，啊，多多分享，让更多人来看。
对，有分享吗，粉丝们？有分享的话打一个油好不好？我们最后把白奶油放进去。啊。啊。对呀、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OK， 好，慢慢猜，有分享吗，粉丝们？对，师傅很吃力，对啊，师傅很吃力，所以不容易 啊，所以你们就是点点一下你们的小手指好不好？点点一下你们的小手指，来刷一排爱心给师傅可以吗？啊，来刷一排爱心，师傅气喘了，气喘了，喘气哦。对，好彩师傅没有抽烟啊。啊，对，抽烟更喘啊。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对，有分享，有感恩你们。蛋白几粒呢？蛋白一粒。为什么要放蛋白？蛋白给它口感比较好一点，然后它的皮会白一点。OK， 好。如果用蛋黄呢，它放进去，它的皮会带一点黄。啊，有些人不喜欢黄嘛。OK 啊，粉丝们注意啊，粉丝们 ，OK， 这里的一个小通告啊 ，Jeffrey 师傅每次拜的星期一啊，都会在秀美食直播，然后星期四啊，星期四的三点会在 Jeffrey 自己的主页直播啊，就是 Jeffrey 师傅的主页直播，所以你们要注意啊，不要迷路啊，好不好？我们通告我们都会注明哪个地方直播，好不好？那大家多多支持啊！对，大家要多多支持，好不好？还有多多支持我们的酱料好不好，送美食的酱料，美中美的酱料，我们希望把好货推荐出去，希望大家踊跃购买。对，爱心看到了，很多爱心，对，好，下午好啊，送星星的粉丝们好，谢谢你啊。然后我们家拆一拆那个滑滑糖啊，对，可以运动啊，长辈们啊，可以拆拆一下运动一下啊，很多粉丝讲要用手拆，对对对，用手好啊，真的，你看师傅一个时间没有用手，每次都用机器，你看师傅胖了哦，OK， 迟点就瘦了的啦，水多少？所以九啊，九十 gram， 九十 gram 啊！啊，你们不要一下子放完先，我们看那个皮软度，如果够软了，我们就不要放了。OK， 昨天今天不是师傅生日，今天是啊，王师傅生日，后天是王师傅生日，后天啊，嗯，哦，美中美的干香酱可以这样子吃吗？煮过，我们都是用来干香味，干香虾、干香鸡、干香螃蟹都是用干香酱的。OK 啊，慢慢拆啊。嗯，哎呀，好了啊。嗯，对，一样这样子搓咯，慢慢搓咯。嗯，同样的步骤啊，你们就搓搓搓滑它就可以了。对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给它包上来啊。为什么要包呢？我们包上来不要给它表面那层皮是干，等一下啊。OK， 包上来记得啊，粉丝们要买很多粉丝们问我这个纸是哪里买的，这个纸烘焙店买的，不要买到那种包工具啦啊。这个是食物保鲜膜啊。还有分的啊。对对对。Crystal wrap 啊。对对，有分的，有些是包那种机器的，包机器啦啊，那种不能啊。所以我们要包上来，除非你做好了，你直接做就 OK， 因为我们先处理糯米，所以师傅把它包上来放这。哇。然后它就不会表面就不会干。对对对，叫五哥帮忙拆好了，好啊。请问有完整的食谱吗？有吗？什么？哦，完整的啊，有完整的食谱，只是白奶油罢了。白奶油没有的话，大家可以用麻油来代替。
还有我们要煮糯米的这，煮糯米的这，我们有盐、鸡精粉，然后一点的少许的水，啊。OK 啊，对。OK， 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OK， 食谱所有的食谱都会发在群啊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不用担心。哇！要不要把刀进这边先啊？对，每天看到这个蒸炉哦，这个蒸炉很好用啊，牛头牌的蒸炉来的。啊、不错啊，这个蒸炉很好用，蒸东西又快。嗯。哇！糯米。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所以我们现在做虾米酱糯米卷啊，糯米卷。好，我们把水放进去啊。水放进去。啊，我们煮了它。OK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们把那调味料放进去全部。OK， 调味料放进去了，我们搅搅一下，煮一煮它。所以刚进来啊，卢真刚进来，好的好的，我们现在我们做虾米酱糯米卷。Audrey， 你问的那个40cm 的蒸锅还没有消息的 ，OK， 好了，等一下我回复你啊。我们放30克的油啊，少许油啊。我们这个字呢有味道的，我们是来煮这个糯米的，不然那个糯米没有味道啊。嗯，对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欧丽，等一下你再联络我一下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最近比较忙，一点点小忙一点点，因为最近很还有一点点东西。还有我们煮滚了，我们关火啊，倒进糯米进去。对，分享了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大家的分享。哇，会烧吗？烧。铁砂掌没有了，用铁砂掌 啊？不可以用手、啊。这个铁砂掌都软了、啊。不可以啊。OK 啊，大家好。对，这个铲也是一样牛头牌的啊，这个铲。啊，好用啊，买过了，对，35块一只，摆缸了，下面是胶，所以我们每次也是用这个，很好用。对，你们煮菜用这个咧，那个锅就不会刮花咯。啊，比较好。哎呀，我们把它拌平均它。啊。对，风好风，有分享吗，粉丝们 ？OK 啊，慢慢的这样子给它揉。嗯。嗯，来，好了，试一下味道先啊。有吗？味道 okay. 啊 ？OK OK， 它这个味道呢，就糯米味道是比较清淡的，嗯，然后这个呢就是比较重口味一点，嗯啊 ，OK， 有一位粉丝们问，为什么不要调味料一起煮？嗯？为什么调味料不要一起煮？为什么不加调味料一起蒸？一起蒸？不能啊！如果你这样子一起蒸，因为你放在蒸，你调味料放进去，它会不平均。所以我们这样子搅，它会有那个胶质出来，你看，它会粘性。如果放在一起蒸呢，它没有那个粘性。OK， 好。啊。对对对，分享了，好的好的。来，我们还烧，我们把它包着，我们等下才弄啊，给它冷一点先。我们给它冷。给它冷一点啊。啊，冷一点先。嗯，对，因为好，我们还没有练好真正的铁砂掌，所以要给它冷一下。嗯。我们开个小洞，开个小洞、
来这边我们就先做饺子好不好？嗯，洗洗我先啊。对对对，我住不住想买酱料，在哪里买？为什么没有回复？哪里呢？哪里呢？OK 啊，粉丝们有看到吗？我顶帖有个联络号码，我们客服的号码，大家可以要买酱料可以联络我们客服，好不好？0147602966 WhatsApp 你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，我打开连接给你，你可以点进 WhatsApp 好不好 ？WhatsApp 你打开连接就好了 ，OK 好不好？简简单单，直接可以联络我们 WhatsApp。有看到吗？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啊。嗯。对对对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太好了啊！太酱太酱，太用太好味太好味，你好味你等一下啊。OK， 好的好的，来一下子啊。OK， 后面有 OK， 现在我们准备我们的太，今天是用太辣味哦。OK， 太辣味，等一下后面一关这个有开过来，等我一下，有啊，一下子啊。来啊，我们等五哥的时候，我们先做一做那个皮先啊。对，先做皮先啊，我们等五哥。OK， 这个是泰辣味，这个会比较辣的啊。嗯，也是泰式酱之一。嗯，等下我们用这个吃饺子。来，我们先开皮啊。OK 啊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粉丝们给我们一点意见，你们觉得两道美食还是三道美食比较容易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可能会改成两道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点心之前是三道嘛，然后现在改成两道，让大家比较细，比较容易学，好不好？而且脚步我们会放慢一点点，让大家也是容易学得到，也没有这样那么赶啊。嗯嗯，捷运买得到啊，全马都买得到啊，粉丝们。我们出大约15g一粒，五哥要吃几粒今天？煮多点哦，我早餐还没有吃啊。早餐没有吃啊？对，那我们煮多点吗？嗯，我们先煮多点饺子给。太辣味比太好味辣吗？太辣味是辣味，辣味比较辣的，然后太好味它是小孩子都可以吃的，它就没有这样辣，它只是甜，有一点甜，有一点甜。一点点罢了，两道 OK， 对，因为三道的话有很多粉丝们赶不及啊。两道比较吸收到是吗？比较容易吸收对吗？嗯。哎呀，哇，对呀、啊，你们记得你们粉丝们，我们是一体的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们的我们的一些过程。如果是讲两道三道，大家跟我们一起讲讲，一起，我怀疑都不大好掉、哦、，OK， 就是肚子饿了，脑袋都不灵空啊，嗯，真的真的。两道就够了呀，好的，两道慢慢吸收 ，OK， 好。还有多久要过年了啊，胡哥？过年了，2月10号过年哦。2月10号还有2个月是吗？啊，北方他们过年呢都是吃饺子哦。哦，是啊，北方啊。对，北方中国他们大多数是饺子，他们过年啊，通常过年他们会煮一窝饺子，大到窝，他们就吃饺子。嗯。啊，吃饺子，一家团圆这样子，吃下饺子，然后喝下酒这样子。对，粉丝们讲两道好，好的好的，我会改成两道的啊，好不好？两道比较好，印象比较深，不会乱，容易记。OK， 好。对呀、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两道 OK， 师傅也不会这样辛苦 OK 啊，很多粉丝都讲两道。嗯，有些日子三，有些日子就可以三道，有些日子就两道 OK 啊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看看师傅、有些师傅比较难的话，我们就做两道咯，有些比较容易的话，我们做三道。OK， 两道好，简单一点，不用赶时间 OK。
哦，粉丝们，你寄啊，捷安格罗瑟，捷安格罗瑟购买啊，汽油头的话就有大送小啊，大送小，捷安格罗瑟大送小。如果你在 Shopee 订的话哦 ，Shopee 是没有卖汽油头吗？啊，这样子 Shopee 没有卖汽油头。哇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OK， 来，有看到吗？看清楚吗？我现在打开大一点镜头给你们看啊。啊，来拍这边，给你们看一下怎样染那个皮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防手洗粉，我们这边一步、两步、三步、四步、哎，等下五步。哎呀，镜头按到按回来了。嗯，来再来。OK， 好啊。嗯，我们开一开一下，这个手就转一下，两下转，三下转，四下转，啊。重复这个动作啊，你们就可以开到美美了。然后我们尽量压旁边，不要压到中间，压厚一点。然后我们包东西下去一拉的时候，它这边就自然会薄了的。嗯啊，如果我们压到太薄，然后我们拉的时候就会穿洞了的啊。OK， 好啊，跟着师傅做，因为师傅有二十多年经验了，他是在大酒楼做、大酒店啊，五星级酒店做啊。所以每道料理他都精心的食谱，希望大家可以精心的慢慢学。对，很多粉丝讲两道 ，OK， 好的。啊，粉丝们，如果是想少出门的粉丝们，你可以直接联络顶帖，有看到联络顶帖吗？可以，啊、可以那个什么，可以直接联络我们。饺子皮没有太脆薄吗？因为粉丝们讲 不太薄 ，OK 啊、放厚点这个饺子皮，你们可以放薄一点，但是饺子普通师傅比较喜欢吃厚一点的，有一点咬劲啊，因为如果太多馅料就口感就没有这样好，我们只吃馅料。如果你们喜欢馅料多的，你们也是可以包，但是这个也是算不错了的，不会太厚的这个皮啊。OK， 好的好的，因为有一位粉丝们讲。他讲什么？饺子皮捏到不够薄，没有功夫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可以深入一点讲吗 ？OK， 因为有时皮我们可以捏薄，有些可以捏厚。对，嗯，要礼貌上的回答。一般都是15g 啊。嗯。OK 啊，哇，星星啊，对对，等下我们在底下那里。OK， 我拉镜头点低一点啊。OK， 那下面点折的时候在下面啊，折的时候让我们看到。OK 啊，这个哇，这个三角形哦。OK 啊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哇，这个形状会吗？你看，很简单哦。OK， 等下我们还有几片，我们等下我们弄给你看啊，比较慢一点。几粒啊？一二三四五。OK， 我们做十粒就好了。嗯。OK， 来我们看多一次啊。零三七，整粒差不多15g 嘛。啊，皮15g，然后加肉咯。啊，加肉差不多20g。我们做小一点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一口吃比较好一点。嗯，看不到师傅的捏法。OK， 好好的，来我再看他、啊、看多一次啊。OK， 嗯，这样子这，好，我们干捏收口，捏平均啊就可以了。嗯，来再看啊。OK， 师傅可以做元宝形吗？可以啊。OK， 来我们哦，来这样子元宝形。哇，有看到吗？元宝形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再做一次元宝形啊，啊
想不到这样子都可以，这个皮也是可以做元宝形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做很多。还有什么形状可以做？很多形状可以做的。这个还可以做什么形状？啊，我看看，看看师傅有几个形状啊？大家好啊，还有什么形？来呀、啊，看啊，注意啊。这是最普通的咯。师傅应该做了很多次的这个形状。对啊，你们一起学啊！你看一个皮可以做这样多个款式啊 ，OK 啊，一二三种款式了啊，我们猜。OK， 对啊，你看就是我们两道美食，我们才可以煮到教这么多的一些调法，这个是另外一个了。这个是网络的比较简单型，两三片。Okay, 简单型的网络啦、啊，简单型。OK 了。注意看啊，粉丝们，哇，有学到吗？记得学啊！OK 啊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形状，很厉害耶你。OK， 包饺子不要热包冷包放冰箱吗？包饺子包好了，要不要焖热？可以放冷冻冰箱吗？生生这样子收冷冻比较好。OK， 好。啊，哇，来有几个形状了啊？我们看啊，像坨形状哦。OK 啊，你看刚才的皮是小皮来啦，一个圆圈，数个连的皮啊，都可以做出这样多的造型哦。哇，来，我们这样子做这几个先啊。啊 OK， 有看到吗？有看哇，我觉得这个。我觉得这个三角形比较特别啦，比较容易说。OK， 这个三角形比较特别，然后这个也是不错咯，这个形状也是美丽，然后这个就是一般的做法咯，这个是最简单的，又看起来外面比较丑丑这样，但是里面，因为他们是这三边就好了的。对，然后这个也是很美。OK 啊，这个也是很美。OK， 师傅是专业啦，好不好？师傅的手像魔术般的手一样，对，师傅是专业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让大家知道，你看，我粉丝一问到就可以马上做啊，对，所以我们不只是专业提供美食的教学，也是让大家容易的上手，好不好？我们烧一锅水啊，我们等下煮饺子啊。OK， 好的，好的。哇、OK 啊，有学到吗，粉丝们？你看简简单单啊，我们是五个人的皮啊，就可以包出这样多个 ，OK， 这样多个款式了，对不对？哇哦 ，OK， 哇 ，OK 啊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还有各式各样的，对，有各式各样啦，让大家容易的学起来，好不好？有时我们做一个款、两个款都可以，最重要要学起来啊，好不好？师傅啊，这么收了起来，当收冰柜的时候会粘在一起。肯定会粘在一起的。你把它放在粘在一起吗？所以你它硬的时候你要没开的，所以最好是你这样子放，然后你给它完全解冻了，你才慢慢给它打开它，就不会这样粘了的。啊，三角形上可以做花哦。可以啊。如何防止粘在一起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放？其实是没有办法的，它因为这个是它的皮是生的，你放在一起它一定会粘的，因为它没有水分，现在还干，没有水分它粘不到。当我们收进冰橱了，它有水分了，它表面全部湿湿了，然后你一定粘着了的啊。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不建议冷藏，收冷藏。如果是家里吃的话，都是先做先煮先吃这样子，或者等个几个小时还好啊。对，放冰箱要放粉吗？放冰箱要放粉吗？放冰箱啊？不建议放粉，可以放粉，但是不建议，因为如果放粉了是它会很干燥啊，那个皮会干燥会裂啊，会裂啊。来，我们把它放进去。OK， 来。OK 啊，大家好，有分享吗，粉丝们？刚才教你们这样多的包法 ，OK。对，有学到要慢慢练习。对，一起分享好不好？我们呼吁粉丝们一起分享。OK， 会蒙，我这里不会蒙啊，我这里不会蒙。OK 啊，我这里不会蒙。粉丝们，镜头 OK 吗？会蒙吗？蒙记得告诉我啊，好不好？荧幕会蒙吗？声音 OK 吗？
保鲜纸先隔开，用保鲜纸隔开就是一粒粒咯，一粒粒咯，嗯，就不会粘咯，要 分开咯。你很麻烦嘛，二十粒你要分二十粒来做诶，啊，对，二十个位置，除非你的那个盒子大啦，盒子大跟它有距离。你收个二十粒，你要盒子很大，嗯，很多地方来收诶。你看啊，你看很多地方，你有看到吗？这样子我们才十多粒哦，它已经年就十多粒了。十多粒它就用很大位置了咯，这个是 32cm, 如果你放你跟它分开的话哦，啊，要很大的位置哦，就 OK 了。OK, 汤水是为了给它熟是吗？啊，我们煮熟，用水煮熟，它会保持它的水分不会干，蒸也是可以，蒸呢它的皮会干一点，会硬一点啊。对啊 ,OK 啊，很好啊，声音荧幕都好，对。哇哦。怎么用手去推它？怕黏膜啊或者什么啊，轻轻的推一推罢了。对对对。啊 OK 啊，粉丝们你们还记得吗？还记得这些费的名言吗？你们还记得吗？啊，不要讲钱啊，粉丝们你们记得吗？啊，记得吗？记得的话我们留言起来好不好？我们这些师傅的名言你们记得就留言起来好不好？啊，看你们有没有注意听 Jeffy 师傅的名言，看有没有忘记啊，看有没有忘记。嗯，等一下啊，分开冰冻硬了再放保鲜膜保鲜盒啊，也是可以啊。煮一半需要加水吗？不需要啦，如果你们水少来讲你们就要加水咯啊，因为我们先煮少这个水分已经够了的啊。要放油去煮吗？不需要。饺子先放碟子上，硬了过后才用保鲜纸磨起来，冷了就可以了，也是可以这样子做法。可以，但是你们不可以太多粒就不能咯，太多粒啊，太多粒就不能了了，太多粒比较浪费位置一点。饺子的醋有浇吗？怎样弄的？谢谢。日本饺子的醋啊，很像那种醋。醋啊？啊。饺子的那些醋呢，通常都是你最简单的，你买一支黑醋，买一支黑醋，你倒点黑醋啊，然后放点糖下去，轻轻煮一煮它就可以了。嗯。啊，轻轻煮它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加其他什么调味料。哦、你可以加一点点那个头抽，一点点就够了，给它带一点点咸味。啊，黑醋、糖跟那个啊头筹啊，嗯，来，我们这边饺子也差不多了啊，它浮上来了，可以炸吗？啊，可以，这个也是可以炸的。OK 啊，大家好啊，下午好。哇，你看很多白灯哦，炸的时候白灯，炸的时候它的花样比较容易看得出。嗯，这个炸也是不错啊，炸。炸也是不错、啊。炸也不错吃啊，这个水饺皮。弄了就直接吃，哎、对，弯。来、嗯，我们把个水啊。OK, 也是可以一点姜丝黑醋。啊，姜丝黑醋。哇哦。黑醋可以调个糖味，不然那个醋太酸。陈醋可以吗？陈醋也是可以啊，有些他们是用白醋也是 OK, 白醋很酸。浙江醋呢？嗯，浙江醋也是红色的浙江醋。嗯，最重要要放一点糖啊，最后。啊，糖给它稍微甜味一点，这样子你们就不会吃到很酸，除非你们爱吃酸啊。嗯，对对对。啊、除非你们爱吃酸啊。哇哦！OK 啊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。然后通常呢，饺子啊都是要热吃哦，你不要等冷的时候吃哦，它的皮会稍微硬哦。哦，是这样子讲啊。啊。香醋、甜醋都可以，对吗？啊，可以。如果是甜醋来讲，你就不需要再放糖了啦。来啊。
给我们淋上我们的黑醋加糖。我们搅一搅它先啊。对，要摇一摇一下。嗯。对，这个是泰辣味啊，粉丝们买的泰辣味，你们可以这样子做法，很香的，这个很浓很香。嗯，很浓啊，不需要再加什么任何的调味料了啦，这个。嗯，这是泰辣味啊，泰辣味，它很香，嗯、它的蒜米味很重，很香，整个香法你吃看、嗯，啊，香吗？香，它不会很辣，不会很辣。来，我们今天的饺子。哇、wow, ，来第一道料理就是泰式焖饺子。OK， 记得啊，多多支持好不好？来，给我们看一下他的作品。哇，来看一下，你看多么棒哦！你看 ，OK， 你看三角形，全部三角形都有。OK， 刚才是全部三角形，然后我们正在这里的刚才的馅料，我们等下自己吃，好不好？哇，你看。大家可以学起来啊 ，OK， 这些食谱都是在啊酒楼方面，我们用的食谱都很好用啊，都很好的教学，很多人来做生意啊，好不好？很多人来做生意，而且做的生意都蒸蒸日上啊。为什么会蒸蒸日上？因为我们是专业的，好吧？我们是专业的厨师。饺子要焖几分钟？焖到熟啊、浮上来就可以了啊。OK， 会浮啊，浮上来就可以了。啊、浮上来就是熟了啊。对对对。OK， 今天用的就是我们的 OK 啊，我们的泰辣味，好不好？泰辣味要订购，粉丝们也可以订购啊，好不好？这个泰辣味，好不好？泰辣味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，好不好？收 TV 的泰辣味，我们的第一道料理就好了啦啊、嗯，我们现在准备第二道啊。像花朵一朵一朵花，对，我现在吃一口 ，OK， 我现在吃一个，可以吗？嗯，很香，它辣味有带甜吗？它有点点酸酸的。我们今天准备了紫菜啊，嗯，要甜的你就买泰好味，它会有点甜。这刚才我们的糯米，我们弄之前，我把它炒一炒它。你们有人会做寿司吗？寿司啊，不是吗？你要有会做寿司吗？嗯。那我们今天是用糯米哦，哇哦，这很像寿司这样子做嘞。对对对，中式的寿司。紫菜没有卖。嗯嗯，砧板有卖啊，牛头牌砧板、嗯，我们每次牛头牌啊，牛头牌砧板，这砍肉砍骨头很好砍哦。OK， 大砧板都有，小砧板都有啊，68跟88，现在我们用的是88块的。那我们把它卷上来。哇，会做啊，会做寿司啊，这么厉害啊，伦。这寿司，这个紫菜皮是什么口味的？都可以，还是有指定的？这个是原味的，普通的。啊。来，我们就卷，把它卷上来啊。哇。五哥在马六甲没有回答我，在哪里可以购买？你们家马六甲，马六甲。啊、你可以跟我们网址订啊，网址订就可以了。如果是讲马六甲的啊、马六甲的 Aeon， 你可以去 Aeon， 但是 Aeon 美中美的酱料，你可以去 Aeon 那里看看一下，连 Grocer 也是有。我用珍珠米，砧板是木的，它是砧板呢是竹，不是木，木的话它就要注意了，因为是竹类。如果木的，它会起一丝丝那种啊，还有细菌很多，嗯，要容易整理哦。这款是用5年以上的啊竹类，
和你买吗？这个砧板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可以啊，可以、啊，要买什么东西都可以啊，好不好？要买什么东西都可以。嗯，有卖的我们就可以卖给大家咯，没有卖的话就没有办法。对，紫菜没有卖啊。紫菜没有卖。嗯，点心没有卖啊。嗯，点心自己煮就好了，嗯、自己学就好。OK， 马六甲 A 用没有刺油头，刺油头在啊加恩格罗斯，加恩格罗斯才有啊，好不好？加恩格罗斯，全马的加恩格罗斯都有，全马的加恩格罗斯都有，买大送小啊，记得啊，买大送小18.9啊，刺油头。OK， 想购买我们的产品的粉丝们可以直接联络我0147602966啊，有看到顶贴吗？有看到顶贴的话帮我按个赞好不好 ？OK， 有看到顶贴的粉丝们帮我按个赞。如果要 WhatsApp 我们，我打开 WhatsApp 连接，你们打开 WhatsApp 连接先记录起来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打开连接进入起来就可以了，就联络得到我们了。然后还有师傅，下次可以做薄饼皮吗？哎，做薄饼吗？薄饼啊？薄饼，薄饼是薄饼啊？薄饼。那种有当官那种是啊，是那个沙锅吗？嗯，去开它啊。哇，这个很像很好吃哦。对，很像紫菜嘞，哎，很像寿司嘞。对，这个是中式寿司。中式寿司 啊，我们用糯米做的，看到吗？看到。看上去它好像那个寿司，日本寿司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叫糯米卷。哇哦。啊，看起来很简单哦，对不对？可以学起来啊，摆设摆美一点，好不好 ？OK， 粉丝们记得啊，要交功课，好不好？要交功课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学起来，好不好？交的功课是在哪里？交功课记得放在秀秀美食，好不好？放在秀秀美食过后啊，我们就会安排抽奖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提倡大家可以学多一点，做多一点，好不好？学多一点，做多一点。哇，来拍 Jeffy 拍个照片来。哇，这个照片给我哇，还有车年 ，OK， 来3、2、1，还有什么 pose？ 来拿多一个这个，下一次先，下个 pose， 哪个下一个 pose？ 这个来这个做好了，记得啊，带接费啊，好不好？哇哦，哇，这个鼓励 ，OK 啊 ，OK 啊，来手一点酸，来3、2、1 ，OK， 好的 ，OK， 今天的两道料理就是泰式蒸饺子跟虾米酱糯米卷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喜欢，妆部都很漂亮，对的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然后粉丝们记得啊，粉丝们，我们的酱料都可以来跟我们购买，好不好 ？OK， 这个泰子，如果是泰子的话，记得啊，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泰子，你们虾米酱你们敏感的话，虾米你们可以吃泰子，因为是英语仔 ，OK， 好不好 ？OK， 这个是我们的没有酱辣的皇上。OK 啊，记得认得啊，皇上。OK， 然后这个就是皇后比较辣的。OK， 这个皇后比较辣的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。OK， 这个是我们的泰啊，这个是泰辣味。OK， 然后我们带大家去进看食谱啊，记得啊，粉丝们要购买可以点一下以下链接，好不好？可以打开这个链接，这个 WhatsApp 买砧板也可以，好不好？这个 WhatsApp， 然后粉丝们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小组。OK， 我们的小组啊，来，我们看一下有吗？OK， 这个是寿美食，我们现在直播的地方是在寿美食，帮我们按一个赞好不好？按一个赞，寿美食，然后寿美食等下师傅会发在下面，你们在下面看。OK， 师傅会发在下面，你们在下面看一下，等下师傅会发在这里。OK 啊，等下师傅会发在这里，你们按进去寿美食。OK， 看食谱，然后之前的食谱啊，之前旧的食谱，大家可以前往小组，点进去前往小组，然后记得，然后推开话题，这里话题，点进去话题。OK， 这里就有食谱了，所有的食谱 ，Jeffy 师傅的食谱都会在里面，好不好？明白吗？不明白的话，大家可以联络我们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点打开连接，大家可以现在连接我们。
OK， 现在打开连接询问更多的产品，然后今天的直播也接近尾声了，然后Jeffy， 你下一场直播是拜几呢？下一场直播是星期四三点，星期四三点在师傅的主页啊，记着啊，不要迷路啊，不要迷路啊，三点啊，星期四啊，对对对 ，OK，我们直播即将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然后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晚上啊，晚上记得啊，晚上我们 Nicole 老师的精美的课程，精美的教学 ，OK， 我们就再见啦，拜拜。拜拜。